我后面的背景就是我的老家都兰，漂亮吗？想象一下，你们在看窗户，窗户对面是我台东的家。这首歌《美好的日子》。见了，好，不晓得你们为什么会来，你因为我，哦，收拾位，对，你为什么会来？跟苏明恩讲一讲。就想要听你唱歌。哇，你说我是谁吗？我现在跟照片不太一样，照片很帅。本人很亲切，还好不是善良啊，就是，因为最近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叫《海洋森林》，然后但是因为里面拍照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还很瘦，然后回去部落办活动啊，你知道要邀请那么多长辈来我的表演场地去杜兰小巨蛋。那个不是说付付演出费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大概每次练习一箱啤酒起跳，然后陪伴两个钟头，其中有一个小时都在陪他们聊天，真正练习只有半个小时。那为什么要办部落的阿米斯音乐节？其实也是这几年自己在做文化工作跟我自己的音乐工作上面的一个总和，我暂时先这样讲。其实，你们有去过台东吗？没去过是，我这站很近，
一张取光号785块。哎，不用码号跟取光号的价钱是一样的，所以你运气很好，可以做不用码号，很快，真的3个小时半就到了，就其实3个小时半也差不多去日本的感觉了，就是去出国，台东有一种很奇妙的氛围的，而且我们台东很多原住民，光是原住民的族群就7个族了，7个族，阿美族最多人，然后住在山上的，靠近玉山的，布农族，他住在大武山的，是台湾族，还有一点点在大南交界处的有那个卢凯族，然后自己觉得势力很庞大的叫卑南族，然后还有一群人很少，最近才刚证明的。叫做格马兰族，然后还有一群人不在台湾本岛，在外面，在海的小小一颗岛叫兰屿的，那边住的是达悟族，这样7个族。其实你要去看原住民，7个还都长得不太一样，吃的东西、穿的衣服也都不太一样。然后这是我觉得台东最棒的，因为它有很多不一样的人文气质。一个土地啊，一群人在这边生活几百年、几千年，我觉得他留下来的那些生活的智慧，不管是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还有唱歌、娱乐的，都有一个他特殊的气味，那个是几百年留下来的东西。啊，我觉得那个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好山好水，全世界各地都有，但不一样的本地人讲故事。你看山看水的那个心情就会不一样啊！本地的最好的代表，我觉得就是原住民了。这是我自己觉得旅行上面人才是最美丽的风景，也当作我阿比斯音乐节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然后希望来到台东，希望大家有机会认识到原住民的生活文化。通常都是去博物馆，然后。但是你没有看过活生生血淋淋的原住民，然后我觉得这个时代应该文化的东西不只是要放在博物馆，我觉得放在博物馆很可惜啊，也很可怜啊。好的好一点的放在博物馆，不好的就不见了。像语言这种东西就很容易不见，所以要哪来用啊？赛德克的历史故事有没有？但是如果透过魏德胜导演。这样电影的技术跟资源，它拿来用，它就有机会成为新的，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新的价值。就是《风言记》很棒，它是一个文化内涵，但是音乐节是一个技术，所以阿米斯音乐节就这样产生一个新的价值。你直接去《风言记》，如果你不是里面的那一群人，你或许会感觉到有距离感或陌生，因为。风铃祭感觉就好像部落的人，我们那个精神的感觉就好像，大家在吃年夜饭一样的感觉。虽然只是吃一顿饭，但是那顿饭有很多的仪式跟过程，还有意义在里面嘛，对吧？你会给小朋友压岁钱，对吧？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一天晚上给小朋友压岁钱，其他天不行呢？对啊，风铃祭为什么一定要喝酒？其实就是那个过程跟仪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会产生的。但是你如果太多的人跟我们要小米酒，我们小米酒也不够啊。你在吃年夜饭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人跟你要红包袋，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吧？对吧？就是那种的心情。所以其实邀请大家去丰年祭，我觉得是朋友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邀请。但是它直接变成观光，好像就不太对了。这是我自己觉得在丰年祭产生一些很多的矛盾。然后得到的一个心得，所以才另外在办的阿米斯音乐节，但也希望部落的人也在这个时候大胆的展现我们自己现在原有的面貌。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阿公阿嬷，就是人家原住民好像都是一定要唱原住民的歌，这样传统歌，甚至阿公阿嬷唱完传统歌之后，他们居然组乐团，真的乐团哦，弹贝斯哦，打爵士鼓哦。练半年，
练半年，每次都要重新教，因为每次都会忘记，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去陪伴这些老人家，也就是这样。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另外一个活在当下的自信的另外一种展现，所以更多很有创意的，像是卖鱼汤，阿美族靠海，然后哥哥们他们去打鱼，很厉害，他们带那个潜水用的摄影机小小的，去拍他们怎么射到鱼的，潜水晚上射鱼了，然后他摆卖鱼汤的时候，旁边就放一个平板电脑在播他摄影的过程，然后大家说原来鱼是这样射的，然后你要喝的时候你就很珍惜那个鱼，但有人会很害怕啦，还好没有拍我们怎么打猎山猪，大家可能怕死不敢吃了。它就是一个生态的知识，但就是透过那样的知识，你会很珍惜你得来不易的食物，那个都是，它是一个过程，然后那也是一个留在这个时候老人家传给我们的一些生态知识，我们的生活文化这样。好，讲那么多只是因为刚刚要挑选，我突然想要换歌单，想要唱这首歌，对吧？这首歌名字很可爱，叫《小旅行》。前阵子才把它完成了 MV 的画面，如果你搜寻这首歌的话，会看到我在全世界各国，包括台湾，就跳那个勇士舞。我们讲古大裤应该也不能只能讲勇士舞，因为它是男生在训练的时候，在山上或在海边的时候，势必要跳的一个舞蹈，有人讲护卫舞，有人讲御伤舞，然后就有机会到国外表演的时候，我觉得用最简单的方法，我就在那边跳舞，有人看到我就会问这是什么，我就有机会告诉他我来自台湾，然后这是阿美族的一个传统舞步，旅行，小旅行献给各位。出去走一走，接下来不管要去哪。
谢谢。好，有你就足够，苏明恩，谢谢。来，我们掌声给苏明恩鼓励一下。